就爱王心 X 偷拍事件形象大伤，姚元浩动念去中国发展。35岁的姚元浩爱运动，风露营，经常给人总是在户外啪啪走的印象。他的运动细胞好，各种运动项目几乎都很在行，厨艺也颇佳，在野外露营仍能变出一桌好菜。也因此他曾主持过的行脚节目 MIT 台湾制，原味好生活美食节目十全十美，就几乎是以他的这些专长或嗜好量身打造的节目。在戏剧方面，姚元浩虽然拍过不少偶像爱情剧或轻松戏剧，不过他身高高，帅气外表与矫健身手，让他在《新兵日记》及《廉政英雄》等剧中有不少发挥机会，成为他近年来的代表作。